大家好啊，今日为大家介绍呢隻星神嘅复刻版超级钛自动潜水标啦。咁呢隻标嘅背后咧有一个好传奇嘅故事嘅，咁仲俾人叫做深海奇迹添。呢隻标咧首先1977年问世啦，咁点知咧6年之后嘅1983年咧就俾人喺澳洲一个长礁嘅海滩发现。咁讲得系奇迹，就当然唔系净系发现隻标咁简单啦。咁大家都会见到幅图啦，佢系俾一啲藤壶咧覆盖住嘅，仲有佢系继续正常咁运行紧嘅。从此之后咧，呢、这个型号咧就被叫做 Challenge Diver 啦。咁嚟到而家啦，咁星神将呢只 Challenge Diver 咧重新复刻过，咁换上更加防锈嘅 Super Titanium 嘅超级钛标壳啦，再加上用咗全新嘅9051抗磁嘅机械机芯，咁抗磁能力系极强。加上有28800转，个机芯嘅准确程度系绝对比美瑞士机芯。咁我而家手揸住呢只咧，就系原组嘅黑面胶带款啦。标面直径系41mm， 采用螺丝霸的同埋旋入式标底。标壳系用咗更加防锈嘅 Super Titanium 超级钛标壳，配以橡胶标底咧，咁所以戴上手就系十分轻身嘅。夜光方面咧，就系采用咗蓝夜光，喺黑暗嘅环境当中都极为清晰。而家手上戴紧呢只咧系全钛金属标带，公价系7980嘅。咁另外胶带嗰只咧公价就系6580。咁我哋当然都有翻个优惠价俾标迷啦。咁有兴趣可以上嚟睇下嘅。咁今日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先，咁下次再为大家介绍其他新款标啊。